好，哎，回来了，来，进来进来，他们在里面呢。我至少啦，能够话是一个月会回家一次，节日的时候才聚在一起哦，没有的话就很少。因为就好像我的工作就是跟家里人是聚少离多的，当我们有空的时候，就真的是会跟家人聚在一起，然后希望时间可以过得更加的慢。觉得这是非常珍贵，大家都必须要珍惜那团聚的时光。因为家呢，始终是最温暖的。我爸只有我一个儿子，所以我不去见，那还有谁呢？